我先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西 Van Fleet，我是86年到美国，今年就是我是感恩节的第二天拿到签证的，也就是今年是我35年的这个纪念日来美国，我在美国就是生活的时间就比中国都要长了，但是我确实呢也经历过文革。我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1年级，虽然我没有参加这个红卫兵，太小了，但是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文革的这些什么批斗会呀、连武斗我都看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完了以后下乡，那不是当时老毛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嘛，结果我10年就完了，16岁毕业，下乡3年。这就是我的对这个，就是我在国内的这个经历。完了7、8级，考上大学学英语，这就是完了在我学校，我在一个就是师资培训学校教英语。完了这个有好多这个从85年84年开始就有很多美国人到我们来教书，然后就认识了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太太，就帮我，拿到了这个奖学金，完了就到美国来读书，这就是我的简历。你的咱俩差不你多，我知道你，你是我大是名在中国活了70年，我来到美国现在整整4年。鼎鼎。而且给观众讲一下，我们就在隔壁呀，从那个县来说就是邻居。非常近，真是有那天能够在 Costco 见到你，真是觉得，挺有喜剧性的。你如果戴了口罩，我还认不出你，就我就当时一下非常非常兴奋，因为我听了你很多节目，你说我现在给你问些问题怎么样？可以，你随便问啊，咱们都是自由论坛。对，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我以前30多年对政治是毫无。一点不关心的，而且不光不关心，哎，搞不清楚。完了，就在最近几年，我看到了太多的这种现象，使我想起文革。那么去年，当我们看到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暴乱，那简直是跟文革就没有两样了。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儿。我后来在这个，在听一些节目的时候。他会想，就要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共和党的一些组织可以参加那儿，你完了你就可以在里面就是做事情嘛。所以我就第一个我就参加了这个我在劳敦县，完了我就在里面完了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到 email 就鼓励大家到那个学校。校董会去发言，那么我就在那发了个言，结果我那个言一发，一个大炮我就打响了，我都是没有遇到的，对我来说也真是一下真是适应不了，一下就成了公众人物了，但是我现在呢，我也就接受了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因为我呢是。热爱这个国土，因为这个国土给我了我们自由，不光给了我们繁荣，给了我们美国梦，还给了我们自由，所以我就决定，一定就豁出去了，保卫这个，捍卫自由。好，那么现在我做的好多事情呢，就是来教育美国人，让美国人呢看到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什么 wokeness，什么 CRT，什么这个 equity。这都是我们在文革里面经历过的，所以我呢就想问你周教授，因为你经历的比我，因为你年纪比我大嘛，你懂事嘛，高中生，你来给我讲，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CRT，CRT 我是就把它称作群众斗群众的大分离，让群众就是对，把群众弄得对立起来。那在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是用阶级，用什么反革命现反革命什么现行反革命什么什么右派什么的哈，这儿呢它主要是用种族，你能不能讲一讲这种相似性？
对，因为我在文革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所以整个的文革我们都经历过。哎，这个我来美国整整4年，但是在去年有个黑命贵，哎，我对，就没想到，哎，因为黑命贵的运动就有点相当于红卫兵运动，哎，不也是有点有点相像当于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义他们和团红卫兵，对的，对的，打说砸太抢好，烧？原来我没想到，我说美国是发达国家，怎么也有这种事儿？比如说文革的时候叫破四旧，哎，他们把那个庙宇都砸了，把这些文物都给砸了。哎，我原来是以为美国没这事儿，所以我去年通过这个所谓黑命贵，我就很惊讶，美国怎么着，300多个城市也是打砸抢烧，而且没我有觉得后有果，共性。没有后果。就是你比较一下，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外面打砸抢烧，一点不怕？红卫兵当时也一样的，他是没有后果。为什么没有后果呢？就是因为呢，美国是原来是两党，共和党、民主党，我们叫做两党竞争，叫权力制衡，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到了去年吧，他就变成了由反对党，他变成敌对党了，叫逢川必反。尤其这个两个党，用中国的话，君子不党，结党营私，但是中国那党呢，跟美国的党还不太一样。可是美国现在呢，包括这从阿富汗撤军。哎，美国呢，一共派了有这个10好几万人在阿富汗干了20年。哎，他去的时候，阿富汗人口是2000万，他干了20年之后，阿富汗人口变成4000万。所以我就说，美国干了好多好事儿，可是他们就不了解这塔利班，塔利班就是学生兵啊，塔利班就是我们的红卫兵啊。哎，他就撤军了，一撤军，哎，他这个二十呃这个死了好几千个军人，而且一共花了2万亿美金。我就觉得这就是美国的愚蠢，哎，你撤了，你想到吗？据说9天阿富汗就回来了，所以说美国对于这个红卫兵再往前走就是义和团，他们不太了解。原来我也觉得美国还没这事儿，没想到还真有。据说几十年以前洛杉矶就有，这是所谓骚乱，哎，就去年，哎，美国也有骚乱，就是打砸抢烧。后来我说你们美国的警察都干嘛去了？警最近还有察，个案子。哎，最近有个案子，人家那个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拿着枪自卫，哎，结果呢就打死了俩人，打伤一个，一开始还判，但是最还是不错，最后没给他判，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这叫正当防卫。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为什么红卫兵可以打砸抢烧，没人能够阻挡，就是因为老毛在后面支持，对不对？他就是砸烂公检法。这一旦砸烂以后，就没人能够阻止他们。这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民主党在后面支持他们。他们敢这样，也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后果。所以我觉得跟那个红卫兵是没有两样。还有一个 Antifa，一个是 BMM，一个是 Antifa，两个都是这种，就是暴乱分子。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是跟红卫兵。不相上下一样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ancel culture 就是取消文化，这个多少是美国的一个词，但我们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对这个实在是太熟悉了，破四旧，你能不能把这个做个对比？对，美国这个中国这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他在那鼓动的，他领导的，他煽动的，叫挑动群众斗群众，哎，造成10年动乱，哎，我们这批人呢，都所谓的中断了学业，上山下乡了，大约是10年，现在呢，管它叫10年动乱，10年浩劫，哎，但是原来我就没想到，怎么美国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破四旧的时候，砸庙、砸雕像。特别是我们北京的市的这个一个大学叫北京师范大学，哎，他们的领袖是一女士，叫谭厚兰。谭厚兰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她带着北京师范大学的人跑到山东曲阜去砸孔庙去了，哎，把那孔子的碑什么都给拉倒，把那个人家的孔子的那坟都扒出来。所以原来我们就没想到，怎么美国也有这种事儿啊？美国有人砸人家建国先贤的华盛顿的像等等。对，那你怎么比较这个性质呢？是这么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性质我就说3级啊，一个是极端，一个是极躁，还有一就是极左呀。据说美国有一个词儿叫白左，
白左，就是美国的教育也出了大问题。你想他们在学校里头，好多重点大学的学校里头也有所谓白左，但这个词儿呢是怎么是正确不准确，咱们再可以讨论。就是这种极端。我是认为这些后面操纵者就是白左。这个我认可，那么当时咱们在文革的时候是破四旧，其实你把四旧好好一看，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一扫光，对不对？那么现在你看这美国搞的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我们叫造神树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一方面是树敌，那一方面就是造神。如果这一面是造神，那方面就是树敌。中国造神呢，就是造神运动。造神运动谁呢？毛泽东，把毛泽东派弄到了一个神的程度，现在美国呢，当然我觉得美国有神，有传统的神，传统神就是耶稣基督，中国呢，它是无神论，它不是无神论，它有乱立怪神，所以孔子有句话，子不语怪立乱神，中国有乱神，人美国有正神，正神就是耶稣基督，中国这怪神，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就是毛泽东。其实在这儿啊，他也是对这个神现在要这个就是取消文化，他就是反正是什么传统的，那么传统的就包括基督教，美国的这个建国的这些理念，他们都把它认为是传统的白人文化，都要把它 cancel 掉。对我来说，这跟这个破四旧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我是这样看的。你毛老毛要自己要造，把自己造成神，他必须把以前的这些传统文化都把它给那个取消了，完了他才能够作为新的神。美国也是这样，他是先把这些美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也把它取消了，取消了他们以后要代替，具体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这是还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手法都是一样的，那么我就可以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夺权。对，美国也，我们社会学叫做恶性互动。本来我说他们两党是反对党，但是他们从去年吧就变成敌对党了，逢川必反，而且呢都比较狭隘，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子不语怪力乱神，毛泽东就是个乱神，表面他说他是无神，实际上他比那个神还神，对，他一个人凌驾在所有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现在又来了这事了，现在叫定一尊，所以他有一个轮回的问题。是，我觉得美国呢他得往前走，因为美国是政教分离，人家美国有法，而且美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司法系统，但有的时候但司法系统也被侵蚀了。我是这样说的，我现在在那些讲话那些我都说，现在共产主义的侵蚀在美国是无处不有，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这种机构都被侵蚀了，有些更严重，有些稍微好一点。那么我的看法是高等教育已经完全陷落了，已经完全陷落了，已经成了这个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党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奉仰这个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媒体，主流媒体已经完全陷落，那跟我们的这个什么中央台什么人民日报也差不了多少。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民主党也已经陷落。那么对我来说，民主党是每一天都更像共产党，所以我是上纲上线，我必须要上纲上线，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两个党对立，现在是敌对，那是我的看法是你死我活。对，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现在人类在地球上有70多亿，它完全有共性，它不是鸟类，它不是鱼类，它也不是兽类，它就是人类，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都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
就是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同情心。第二个，那就是法，你得有法。比如说那个最近这案子，我觉得不错。哎，这十七岁的，那个这个一个男的，他拿了枪，他打死了俩人，打伤了一个，最后给他判，他叫正当防卫。我说对，但是你别防卫过当，到底是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这次我觉得判的不错，因为有，因为很多人呢都有这个手机都有录像功能，所以得你要判他什么，得举证、质证、认证，所以人家有好多人在周围，哎，把他拍下来了。给他提供了证据。那有的案子拍下来也不行，因为那个就是有组织的说，如果你判的跟我们想要的结果不一样，我们就搞暴乱。那么很多的就是这种，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判的时候就不是按照法律来判，而是按照这个就是那种，对我来说就是这种，红卫兵啊，这种义和团的这种，你不给我，判我要的，我就给你搞暴乱。那很多那个城市里的一些生意啊什么的，店啊那些都怕嘛，都怕他这一段搞，本来都已经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判的就是不是说就是按照法律来的，而不是说屈服于这些暴徒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是真是很鼓舞人心。对，这次判的我觉得挺好，这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就是说我们得所谓的扶正驱邪。对，正就是正当防卫。人家这个十七岁这个男子，人家拿着枪，他是正当防卫。你们先攻击人家了，据说有个照片，还拿脚踢人家头，还拿枪对人。所以最后这法官的主持正义，说这个十七岁男子虽然他打死俩人，打伤一个，他就属于正当防卫。还有就是广大的这些证人，你得出庭作证。你像这个，我们在1960年的八月份，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就是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兼书记，就是卞仲云，被活活打死，而且没有后果。到现在呢，也没有判。也没人家这个这个卞仲云的他的丈夫王金尧大概是前几个月去世了，100岁。人家王金尧就保留着卞仲云的他妻子的血衣和他当时买了个照相机，他就把当时的情况能照他都给照了。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你要碰见这事儿，你就可以照，也就可以录，最后你就是在法庭上你提供证据。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周围的这些美国的民众还是不错。他们都提供了证据，所以最后法官就得判他是正当防卫，他不是防卫过当。打死那俩人白打，打伤那人也白打，而且这人是无罪释放，这是一好事。对，这三个事呢，得是个良性互动，就是你周围的这些人，你们得提供证据。你像这个文化大革命的1960年8月5号，把人卞仲云活活打死，在场的人有好多人呢，到现在这帮人就是多一事不是少一事。他们就不站出来，他们都是目击者。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虽然当时没有这个没有手机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录音机，但是你们有眼睛啊。对对，这叫人证物证吗？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互动。就是我觉得这次美国的这十七岁的这个白人，他周围的这些美国民众还是不错，他们都出庭作证了。你到现在都多少年了，你想1960年的8月5号把人卞仲云活活打死，她丈夫，100岁，今年刚去世，熬到这个正规的结论，没有。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你中国这你没有独立的司法，还有你周围这些人，就当时那些中学生、高中生，你们干嘛吃的？对，你们得出庭作证嘛。你说那个互动，对呀，那个宋彬彬现在还在美国，他好像写了一个什么回忆录，觉得挺抱歉，抱歉。人都死了，他过挺好，就这种就是，你像那个纳粹，德国纳粹，完了以后二战的时候把他们的那个罪恶都是好好的把他数，把他清算了，所以现在大家对那个法西斯这个和这个纳粹德国的认识，
就比较深刻。那么共产党的好多罪恶就没有，就没有，不但没有肃清，而且连那个也没有教，也没有给下一代教。很多人，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发言的时候，我就说到文革，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你起码那边一大半的人都从来没听说过文革。对，就是现在也一样，现在搞了个共产党的决议，第三个决议，只字不提32年以前的六四。六四，我在人民大学教书，我们人民大学被打死了8个人，嗯，现在才过了32年、33年，一样，到现在这个历史决议只字不提。对，这就是，对呀、啊，而且这个文革我们都还健在，相对来说年纪也不是那么大的啊。他都可以把历史给改变，就是现在是教学生是文革是反腐的一个运动，那小学生，那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运动员带着毛主席像章，他肯定对这些是一无所知。对，所以美国的好处就是可以办自媒体，咱俩可以在这交谈，像这个我在小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一个名言，就是充分的认识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对，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你看，咱俩在这讨论文革，文革已经50多年了，必须得讨论，必须让美国的年轻人，还有中国到美国来的人都得知道。首先得由八无，八无你得变成八有，八无就是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首先你得有知啊，你比如说。33年以前的六四，哎，和这去年的这个黑命贵，哎，50多年以前的中国这文革，你让他们知道，首先你得知道，你不知道就是无知。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俩这个对话非常有用，而且你这个，这课题选的也特别好。为什么呀？你这个以前的悲剧你不知道，马上就还有悲剧。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开始想，我就是教育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不知道，结果后来我被一些就是华人团体让我去讲文革，我说怎么给中国人讲，他们说不知道啊，那些年轻的那些父母啊，那些不知道，哎，我说真是了，现在还要给中国人讲，年轻人讲文革是怎么回事，跟他们讲我们现在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就是文革的重演，你看这个历史就这么快的就抹掉了，我们必须发声，必须要教育，因为这个历史不知道，你不知道历史，你就会绝对的会重复历史，重演历史。Yeah. 你说的非常好，因为你中国的人不知道，还得重复；你美国人不知道也得重复。还是那句话，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我们都是人类，现在70多亿，你以为你美国能够个那个例外吗？不可能例外。你想，我不是来这儿一个非常惊讶的事儿，就是一年以前的黑命贵，好像美国有300多个城市打砸抢烧。我心想，文革时我在啊，破四旧嘛。对，现在美国也是一样，他不叫破四旧，他就居然把人家建国先贤的那些像，对呀，一样，一样也是毁文物嘛。因为我是这个事儿是非常的，哎，这个应该说有价值。嗯。对对对，我们就作为是过来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下去，而且还要一代一代的往下讲。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是这个悲剧就是重演。对，你的英语不错，所以说你在美国给这些这个他们的美国人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英语不行，因为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学的是俄语。对，那时候不让你学英语。我们那个、啊、我们那个一个我们那同年级的人几乎就没有学英语，因为他不让你学。对，我知道。所以你的英语很好，你太棒了。对，我们当时我5年级的时候，因为我2年级和3年级就停课嘛，我开后来又回去的时候就4年级，5年级那个时候已经苏修嘛，就不学俄语了，学英语。哎呀，那个英语课教本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什么什么什么的，全是一大堆口号英语。我上学的时候是苏联老的歌，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只能学俄语。
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嗯，过了几年就闹翻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突然就变成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了，对，到处树敌，中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一个美国，一个所谓苏联，全成了敌人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每天听那个国际新闻都是大喇叭嘛，我们的单位里面大喇叭，那么国际新闻啊，越南打死了三个美国侵略者，阿尔巴尼亚增添了100个拖拉机，北朝鲜苹果丰收，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啊，这多可怜呐，就是我们对这个完全封锁，跟那个真是跟当现在的这个北韩没有两样。对，当时是这个援越抗美，到了79年底，像邓小平一变脸，打越南，当时越南是同志加兄弟，马上一变脸就是血染的风采，对，就打越南是打越寇，所以我们这一代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上是翻天覆地，翻天覆地，转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说我对那个孔孟之道是半点都不清楚，因为我们从来没学，怎么学的？批林批孔。哦，批林批孔的时候才学了一点这个，因为要批嘛，才学了一点这孔孟之道。哎呀，现在也是啊。现在当时毛泽东有一句话嘛，叫“五二零声明”。哎，当时是林彪同志宣读毛泽东主席的“五二零声明”，当时我就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哎，林彪同志说的这“五二零声明”题目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嗯，后来到了改革开放了，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习近平一上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1000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没有一条搞坏。到现在，也就是4-5年的时间，没一条都没了。你所以说这个政治，就是口号变得太厉害，尤其可不是吗？同志加兄弟，一抹脸就是血染的风采了，就嗯。哎，那口号那一个接一个的，我当时我就说呀，当时洗脑洗的也挺干净的，说什么都是对的。还有这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尽是半夜三更的，完了全体那个单位里面出去敲锣打鼓，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完了就一个口号又变了，变成另外一个口号。哎呀，折腾啊，折腾，真是，就是折腾。所以我特别赞成当时胡锦涛总书记三句话：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现在又开始折腾，折腾，嗯，折腾，对，我觉得说的够了吧？啊，可以，没问题。你那个身体不太，咱们就短点，咱们以后接着说啊。一会儿咱俩可以搞系列，对，说文革，因为我参加文革整整是10年，嗯，我是亲身经历。你是参加了，你是红卫兵吧？我不是红卫兵，我从来没有入队，我也没入过团，我更没入过党。红卫兵我从来没加入过。嗯，我们就是逍遥派。嗯，我们现在就不录了嘛，就你录也可以，就不用了，我就跟你随便聊一聊。啊，那我当时想加入嘛，就是红小兵嘛，想加入的很。嗯，那时候那个就是都是一种时髦，根本搞不清楚。是，红小兵嘛，那都是小学生，还没成熟呢。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已经18岁、19岁了。对对，你没参加红卫兵是因为出身不好啊，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从来没，我连入队我都没入过。我们家就好像那个时候，好像你不参加你就是落后哎。对，我无所谓落后不落后，我们就是一平民百姓。我也不是什么高官子弟，我也不是什么地富王右，我就是普通人。但是由于我们年龄比较大，当时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思想，嗯嗯，有一定我是独立，我太小了，因为但是我跟着我一个表姐从西安大串联来到成都，完了就把我带着，又从成都一路表演，就是那种宣传队，所以我还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红卫兵宣传队，完了又一路回到西安，嗯，所以我还是多少。还是参加了一点点，那都是那真是7、8岁。对，当时是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1100多万，当时我们家都腾出来给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处，
我们都住学校去，因为我们有教室。当时我在北京四中高三五，我们有一个教室，当时我们四中的这些学生都住在教室里，教室底下铺点草，铺点什么草帘子，那一个教室把那个桌椅板凳搁边上，我们当时这几十个学生我们都住教室里，而我们的家都腾出来让红卫兵，外地的红卫兵来住了，而且饭是不要钱的，是吧？对，那时候是坐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不要钱。后来我们也串联去了，我们这些人也串联去了，全国各地，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也是当时不打架，你注意这是一好事儿。当时一列火车能坐100多个人，当时一列车厢能坐好300多人，但是你注意不打架，他不打架。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小，就把我放在行李架上面，我坐在行李架上。那时候也有它的特点，很多年人都不知道。那时候的素不相识的人挤在一个车里，挤的是等等的。但是你注意，那时候不打架。不，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在干革命，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运动。但是武道就很快就开始了嘛。我在彼此不打架，但是斗老师，斗这帮所谓的。地主反回右，这个是动。那、no, 你们北京可能好一点，四川打得一塌糊涂，就是什么保皇派，什么造反派，就是互相打杀呀，杀这个那一点都不留情的。有一天，我在这个我听到这个外面有这个哀乐，挺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他们拿那个尸体来游行，来证明他的对立面杀了多少人。我当时我的舅舅癌症死了，完了以后很快家那个地方抢尸体，我们家就很快的我就把他的尸体给火化了，就抢了，就是哦，那打的是窝火连天的，这是四川话，窝火连天的。对，那个就是而且我们经常的他又挂的那个海报，就是谁谁谁又把我们这边的这个红卫兵残酷的杀死，尤其是头给割下来，拿了个照片嘛，当时我看到小孩看的很可怕的。北京好像就是窦老师，我们那个重庆你知道最后来坦克上门上街，重庆还有一个后来重庆我还专门参观过、重庆有一个中国很少的红卫兵墓，红卫兵都是有的是小学生，主要是中学生，死了好多人。对，现在那个重庆那红卫兵墓关闭了，不让看。就是啊，他不让你知道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对，当时那个四川打开之后，重庆有所谓长枪短枪，还有所谓的高射机枪都拿出来打，据说坦克都出来过，坦克都出来了。就是这个四川这个武斗是全国有名的。对，这一段历史都给掩盖了，所以年轻人、你不要说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正好是经历者。就是必须这段历史必须要往下要讲下去，要一代一代讲下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历史就是我们的一个镜子，你以前发生，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告诉美国，你以为这儿是什么 cancel culture， 什么 CRT， 什么 awokeness， 这些他们觉得挺新的，这以前都不知道。我说没有，这些都是以前那个共产党玩过的把戏，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呢，换了一些成分在里面，就是从阶级换成了这个种族，其他的都是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呀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家认识的，就是三极嘛，一个叫极端，一个叫极权，还有一个就是极躁。我们叫四荒八无和三极，这是世界通有的事儿，跟你美国人、中国人没关系。你像中国人是50年以前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那么打砸抢烧，破坏文物，美国没有吗？那么20年以前的塔利班也是，他把那巴布亚大国1500年了，他给炸了。那我们中国呢是2500年的孔子庙，我们也给炸了，也给拆了。你美国现在也好，美国一年之内把人家那，因为我这离华盛顿挺近的。人家华盛顿的那些文物他们也给推倒。对、一样，地球人就是
对，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一个样。所以我觉得你做这工作特别好。嗯，美国人怎么着？你美国这么下去，你以为你美国就没有动乱？你美国就没有塔利班？你美国就没有红卫兵？你美国就没有义和团？对，他们是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跟他们讲，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卫兵，就是我们的义和团。对，很多确实是非常就是支持我。有我经常看，就是我在那个YouTube 就是油管上啊什么的留言的那些，好多也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就想到跟这个文革给挂上钩。可不是吗？因为他这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罪恶在美国就一直就没有好好的交给这个大众，还有就是交给那个学生。对，你们这个重庆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度有枪，那么拿枪就互相打呀。对呀、啊、往死里整呢、啊、这些都是红卫兵，都是一些年轻的就学生，往死里整，就仇恨就这么深。哎呀，太可怕了。没有，当时中国的这个群众斗群众啊，还基本没有种族的因素。嗯、没有，因为中国是，他这个共产党，他总是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能够分离群众的。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就是以前嘛，就是阶级嘛。到了文化大革命，那阶级，那谁有地，谁有资产呢？那就成了反革命，而且稍微不对就是反革命。那么这个在这儿用种族，结果我最近跟一个印度的一个也是一个学者，我跟他联系上了，结果这个 CRT 就是种族批判性种族啊理论，现在已经出口到了印度，哦，那就简直是太方便了，印度，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分离的宗教、语言，还有就是种族。那简直是要分离的话太容易了。对，中国那时候叫三反分子，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简称三反分子，或者叫反革命，或者叫现行反革命。那些招或者那些词儿有的是啊，对不对？有的是，他就给你个帽子，这帽子是谁戴着都合适，那反革命是最合适的。本质上就是反人类罪。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我们都是人类，人类还是那句话，道德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你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所以同情心嘛，对不对？嗯，这跟美国跟中国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没有，真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老是这个认同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这个词儿是人家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他弟弟叫张逢春。跟当时二战以后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他们两个人共同起草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这普世价值可不是西方人说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张逢春说的普世价值。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人类要的东西应该都是都要的，都向往的，都应该是都一样的。一个自由，一个有法律保证。保证你各种，你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保证你的财产，完了给你提供这种就是这个这各种机构给你提供一个就是平等的这个机会，这谁不想要这个？这真是普世价值。对，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特别好，有机会咱俩接着说啊，行，系列的说啊。你要讨论文化大革命，我就是亲历者。哎，我在北京，我在北京就是亲自，我也没参加，我就经历了这个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他死，这10年的事儿，我就在北京的。我不是参加，我是亲历。对，亲自经历。你没下乡吧？我下乡了，在哪儿？我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种了10天地嘛。那个兵团是吧？对。我是1968年下去的，我是1977年回来的，我在农村种地种了10年。哎，我是下乡是1975年回来的时候1978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回来的，还算好了。那个时候我还就19岁，都算没有耽误了。我是
十年，我是对19岁呀，下去的，哎，我是30岁回来的。好多就也就没有回来了，就结了婚，跟农民结了婚就待在那儿了。对对对，完因为了回来的人我又没跟我有爱工人，我作，们俩都是北京的知青年，哎，他嗯，是下乡到吉林，我是下乡到黑龙江。后来就前后脚都回北京了，就是返程了，所谓。你说行吧，就到这儿吧。啊，就先到这儿，好，先说到这儿啊，好，说的太好，好了。完了，